我今天就是超想去101的。对，我也是。然后就是今天就是刚刚小卷不是问就是下班赶过来的人嘛？对，就是我。然后今天上班的时候就一直有人说他们要去101看那个建国百年的烟火，我就说那边很危险哎，拜托不要去。然后他说有那么酸啊？然后他说今天一定会发生一些暴动啊，那个感觉不好看啦、啊。但是我超想去哦，好，但是今天看到这边很多人，我就觉得其实，温馨比较重要啦，是不是？是 ，right。廖文强，中气一定要这么足吗？我妈真的好。好，我们来讲一下跟廖文强相识的过程。就是之前我一直在那个 Three Boys 上面看他听他的歌嘛，然后就想说、啊、这个人挺有文采的，应该是个诗人。然后没料到就是简单生活节当天碰到他，才发现他真是个人才啊。然后他就让我想到那个，你是不是想说是人才还是人才？人才人才。然后就他让我想到那个威龙从天波浪。九品芝麻官里面的周星驰不是把水管骂弯吗？就是让我想到那一位。然后我们因为简单生活节那天被他呛得体无完肤，所以我们最近都没有在练团。我们最近练团时间都拿来就互屌，就是练习，就每天乱练哦。然后我们当天我们假想敌就是廖文强，我们想说今天就要跟王建王，我们一定要干掉他。然后对，然后就他笑来说：“哎，胖弟。”胖丁最近好吗？我就不知道怎么骂了。你不要被他诱鼻之技术那个，我们要坚强起来。是哦。反正他今天就是态度怪怪，让我们就毛毛的，想说等一下是不是有更强的攻势哦。好。